求，拜托你，算我求你。不是他的题目太霸气了，我不想再盖难。不要陷害我。好快，太快了！我说你们都那么快，他这个元素就可以达成啊。你该不是盖到我的吧？对啊，真的是元素就可以达成的。对啊，这个随便用一下就有了。什么？发挥你的想象力吧。什么东西？我不要，我没有想象力，我。断了，让他被断了，那就可以了，代表可以了。我不行，我已死了，不要了。我连人都不想盖了，有没有？我心已死，巧克力多盖一点呐、啊！好，我会盖一个让你一定知道的。难怪你们说要 Google，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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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我感觉这题目很真诚，但是被我盖歪歪的。嗯，谢谢定啊，差不多就好了。歪歪的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到底要怎么呈现这一张卡？啊，随便的。你看，你还不是也在随便？听到了，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放弃了啦！我下一个人都随便了，我干嘛那么？我们向来都不随便的。那个，我下一个人如此对我，我难过。神曲都要唱出来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呦，不能忘。你等一下看我这个，你也可以再唱歌。我难过。还是你们不要再打了，去练武士打啦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们不要再打了。是放弃，你放弃，我放弃爱。你来用黑的啦，换好颜色。欸，我可以用玻璃哈。我觉得我完成度很高哎、欸。100分，我不会又是最后一个吧？没有了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现在就好了、喔，天啊！即将，即将，好不好？即将，你这样问就代表是了，好不好？你赶快，不要这么早放弃自己。但是现在放弃，人生就开始喽。哎、欸，煤炭又来了，又在提醒你。得到了，哈哈，我没有拿到。这样看起来很奇怪啊。巧克力盖好了，好啦。拜托你再盖一点好不好？没有，这你我已经把最明显的弄出来了，可以了。多盖一点点可不可以？你一定知道的啦。一点就好了，拜托。好不好，拜托你了，那一点，那一点有出来，有点出来了。就我觉得我盖这好像多此一举，我好像会害你们被 ban 台之类的。为什么又是什么糟糕的东西、啊？不是你能用 Minecraft 被 ban 台也是很厉害了，很简单。并没有很难。你盖个肤色的苦力怕就会被 ban 了。不是我跟你讲的，真的，你说什么？肉色的苦力怕、哦？对啊，肤色的苦力怕、啊。为什么？我天哪！你盖盖看、啊，你盖盖看啊！你盖盖看啊！你自己私下盖，不要在这里盖。对，不要害我们。他有开台吗？没有，就是不要让我们看到的意思。你不要再被 building 盖、啊，然后在那边又盖一些。等一下，他又在后面有没有在那边盖了？哦，我懂意思了。不行，
你真的开出来了吗？你知道啊，你终于开了，现在就知道了，不行。那肉色苦力怕这么不行哦。对啊，那下一次我用肉色材质包。你会看到很奇怪的东西。看到那种马赛克材质包，就看到一路马赛克走过来。肉色材，哇！我刚刚电脑不知道什么超级无敌大浪机。啊，靠近你！难道我该这个被天罚的吗？难道是肉色苦力怕害的吗？被编的，被编的，坏的，我把这个荧幕填满就可以了。填荧幕吧。这个有很感动吗？没有，那应该是歪了。也没有很有趣啊，对不对？这感觉一般日常就在做的事情。没有，可能你爸比较好嘛，每个人家庭状况不一样。好好好好好，盖好了盖好了。还要做一个是谁呢？是刚刚。那就这么快了，我快了，我快了。按下去吧。按下去，按下去吧。哦，我不要当最后一个。他又有元素还没弄好，还差几个元素。那个东西在哪里？按下去吧。有了有了，我要按的，我要按的。嘿，哇哦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在干嘛啦？什么东西哦？哦，我大概知道喽、啊。这什么？是不是就这么简单？啊，关键点有出来，哪需要再盖那么？但是小金，你这什么东东啊？这什么东西？他的题目就那样。啊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出爸爸都可以出到十八禁呢？为什么有一个又有一个橘色的杠杠在这里？到底我要怎么猜啊？这个应该不是。啊！没有人在开成这个样子。哎呦，不小心 Q 出去了。好好好好好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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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小鸡真在混啊，我没有在混啊，他题目就是这么简单啊，我才不想。还是要感觉不是哎、欸，这里是台北，不是吉隆。嘿，哦，好长、啊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繁星，看。好，我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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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那么的难啊。很短的，这个是、啊、要被编的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等，我再等，我再等，我再等。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放下，没。你刚刚说好了。别，算了，算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人如果坐下，他应该不在这里了吧？算了。等一下，我在讲说，我刚才选了什么？对，本来要改什么？因为我就知道你其实在思考是哪一个。为什么会有十八禁的东西、嗯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就说为什么会有十八禁的东西、啊？十八禁的都是我开始的。这个我要对不起，那个十八禁的，我一开始就十八禁了，好不好？真的会有？就是你的题目啊，就是应该是秋风的题目。一开始就十八禁了，秋风害人不浅啊！那就不会歪了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开心哦！可是我盖得很含蓄，哎、欸，我猜的也很含蓄，那就是后面的人不好，那我就盖的变，那就看那个谁的思想。一拳哦，你盖的怎样的？有我有打马赛克啊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就是因为马赛克，所以让他更怪了。对啊，没有马，搞不好还不怪。
干，这真的会被ban啊，不行、啊、你懂我的，懂我的。哎、欸，我终于知道你们为什么说有一个盖这么快了，素材放一放就。就小鸡啊，就今天是疯狂断麦，对啊，真的，今天超常断麦的。好啦，就这样了。PC 啊，被排挤了。对。哇。然后改。我一直觉得 Sky 延迟是最低的、欸。可是 Sky 不是也快不行？会吃音。它的延迟真的低到，我觉得很好用。可是 Sky 你不能分吃效能。对。看吃效能。吃效能是还好啦，我觉得是吃音，吃音也是一样，讲话有一点就吃音，出音吗？未来，出音未来，吃音未来，吃音未来。所以你的用了 Sky， 你的未来只有吃音的未来。那还不错、欸欸欸，小心哦、喔，这是宗教的力量。我突然要干什么？不就这样了吗？等一下，你们完美呈现了、啊。等一下，你们看到我盖的，记得先把那个游戏画面关掉。你就不要这样盖就好了、啊，你就不要去啊！你每次都要陷害我们哦。对啊，不是，只是很喜欢肉色苦力怕，对不对？这个题目真的很糟糕，你就那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呈现啊。肉色苦力怕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觉得比肉色苦力怕糟糕，那个真的很糟糕。那你就不要那样呈现呗，是脚底黑黑的肉色苦力怕。勾勾，不想听懂。我该超简单，凡心应该可以懂吧。最上面知道怎么呈现啊？想一下啊，这个真的不行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怎么？你给我啊！我打错。你为什么要给我？为什么要给我？不要给我这个。等等，打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会指令嚣张啊！都用这个是不是？没有，瞧不起我吗？现在丢煤炭不够了，还要丢这个是不是？好猛哦！司令马我想说，时间太快了吧？等一下还有60秒才会丢。对啊，好，等一下来马赛克了、啊、今天要加班了、欸，李全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用，按下去就可以了，不用道歉，还有一个洞还没盖，按下去就可以了。哎呦，煤炭要来喽！哎，要来煤炭了！啊，我收到煤炭啦、啊！那你就按下去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啊！他的手要被我砍掉了。我觉得这种盖很久的，我们也可以集结起来玩一个现实的，让大家就会盖快一点。那你题目你不能出太长，或者是太题目不能出这么机车的是不是。这个题目有三个人哦，我不能怪我。三个人。对啊。三个人在后面吗？你就不用再那么多元素了。我的名字还有五个生物嘞，我的题目还有五个生物嘞。五个生物，那看来是歪了。对啊，我的题目没有人，可是我要盖两个人呢、欸。感觉更越来越歪啊！头我可以直接放史蒂夫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欢迎啊！按下去啊！我觉得你真的、哦、可以按的，可以按的，可以按的。嗯。等等等，手长一点，手长一点。按下去了，不用修，不用、欸。我发现小鸡，你那个遇到有一点18的题目，你就会盖得特别久、欸，哎，就是盖得特别盖得很18。有，他会盖得特别用心。我
你要讲出来嘛，我的才能就是不好在这里了。精雕细琢，有没有盖得特别仔细？快使用生龙泉哼哼花心。我盖完了。哦，什么？哦，竟然是刚刚跟小鸡，不行，他就很认真啊。刚刚一直也都很久，刚刚他就是想要我们催他。好了，等一下，你看他精雕细琢嘛，真的不行啦，这个不精雕细琢，你们会被崩台啦。我在盖马赛克，没有偏向这一方面的，你都盖得很随便。因为那个不用打马，打马很累。哎、欸。这个可以加一下这个东西哦。你们先那个画蛇添足一下。没有了。没有，我从头到尾都这样。那我这样子啊，加控制感了哦。不要乱加。快好快！我会不小心在他头上放上红色的两个方块。我会不小心打出指令 ，kill 喵哈欠。掉了。快好了，快好了。